最怕跟他对戏，因为跟他对戏台词特别情绪特别重，对他情绪特别重。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海边？那个有人陪你去就好。给他连带都坐回去。知道有人这么对。啊、所以要让观众爽，就是说，真的杀了他，然后血还。所以我们这一场就是要做他。本集花絮，小编要带大家看看。Grouping how to kill Sentai。我有你放在心上，生命就有了重量，风来也不会飘荡。其实要杀一个人也不简单。对哦，哦，非常努力。来投降。好紧张啊！好了，来。奶头下面不是废的，废就在腹时间。奶头下面就肝脏啊，老婆你的肺一定跟你的长得不一样。烂摸鱼症，只为了找一个充血点。我容易吗？我还没有平时多高。肝太大。哦，这假的。别讲他，时候到了。慢慢爱，不慌不忙，我要你守在身旁，眼睛就可以勇敢，看岁月怎么。要死的人也不容易啊！看看三太死得非常顺畅。哦，我懂你意思。我就要贴个这一边，你没这个不是打电动打太久，我刀握太久了。我真的每次一回归就是不是情绪重，不然就是会跳不知道去哪里，然后下水啊什么的。三太，你这是幸灾乐祸吗？实力派演员。我只有实力例子。有没有觉得勇气变强呢？靠你喽，也要靠你喽。是靠你。哎，我没有。我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里啊。三太的死前愿望。可以点给我喝，要再加点水了。再给他点水，他那个加不是我是说那个加点水。原来是血浆呀。HD 回复。我不知道我说什么了。那就拜拜。